哦，跟你们两个没什么动力耶。为什么我们是四个棒子组在一起啊？没动力是我在说的吧？为什么会是你说啊？人家就有 Vivi 四鬼啊，我这边怎么好像梦回？梦回六年前呢？我们那时候是我们三个还有谁？还有一个是谁？马四是不是？很久以前啦，可怜的，好可怜的，真的好可怜啊！怎么六年后还是你们？啊，他是要不要上线了？他要上线啊，只是我们理论上应该是要先跟大家聊聊天吧？你俩可以开始你的表演了。要这样子吗？是要这样子吗？好、呀，没问题啊，有什么难的，对不对？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六周年爸爸到底改了些什么东西。然后 PUBG 我们在六周年的特辑当中呢，我们有一个特殊空投活动，还有一个六月特辑，就是聊天室你们在我们的积分店里面，它在六周年当中呢，它会有六周的任务，就是每一周都会有一个任务。然后活动任务其实还蛮简单的，就是你包含说你进入大厅就有了，然后还有说你总共玩60分钟、15分钟、30分钟，你都可以获得到积分。然后这个积分可以换到是我们的六周年的夹克、短裤，还有纸套啦，还有 logo 贴纸，这是第一周。第二周的话就可以拿到是我们的名条啦，还有徽章跟喷漆。然后接下来就是第六周，第六周是起飞，他每一天都送你那个幸运品券。然后第七天的时候呢，他直接送你10张，也就是抽好抽满。然后还有一个新手空投，这个新手空投就是有些人可能还没有玩过 PUBG 的，刚好今年 PUBG 一个超级大改动，包含电竞模式啊，还有训练赛，甚至是一般模式都有大改动。然后你可以邀请你的朋友一起进来，而且现在是有免费，先体验一下，喜欢就给他买下去。我们还会拿到是新手专业的那个新奖励，第一天你可以拿到帽 T， 然后后面几天都可以拿到像是有动作表情，然后还有头罩啊，甚至在第六天跟第七天的时候呢，加起来会送你30张的幸运品券。然后如果你是老玩家的话，你有一阵子没有碰 PUBG， 比如说像 Sagan 这样子的话，你现在回归的时候呢，你也可以拿到我们是回归玩家的专属礼物。回归玩家你只要有玩，那你在第一天当中就可以拿到的是5000 BP， 然后后面几天都有拿到很多的票券，不管是老手、新手，还是长期有在玩的玩家们，我们这一次六周年的活动都可以让你零好零慢。然后呢，我们六周年呢，就是我们会有一个 PUBG 的大声爱祝福的。我们只要透过是我们官方网站有一个六周年的活动 PU6G 大声爱，那底下会有所谓的网站连结，然后你可以透过填问卷，然后还有就是你提供你所谓的你的祝福，然后我们官方网站就会抽出奖品，有金属海报，还有纪念的明信片，还有纪念贴纸，奖品其实都还蛮丰富的，而且我们还会有不定时的那个实体的奖品，所以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可以一起参加我们六周年的 PUBG 绝地求生啊！哇，这好久没跟沙根玩哦，几年啦？我刚帮你算了，不多不少，上次出国吧，刚好就是5年半，上次把他比赛把他炸死，他就不够玩，我也没办法。你在那边乱讲，你不要担心好不好？交给我了。不能刚刚那个介绍要我来介绍，你这边还要该不会还要直接过去，然后白给掉，然后要我们打超久吧？这就是我熟悉的感觉，我突然有一种回到年轻的时候的样子。阿森，黄蝶有人呢，你那个地方你会不会抽？我知道啊，我蛇皮守卫。他们走不走到？可以，沙根已经快到了，他应该救起来吧？救起来，上车了，上车了。这边看你，他回头。那是他队友，那是他队友。他回头看你了，两个、三个、四个人。四个吗？好，四个四个上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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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想撤哦，往阿森那个地方开，直线吗？对，就往你那边开。我看到了，四个，一把两发，打到了打到了，你要你收，在你养那边，漂亮，收光了，收光，嘴哦，有车喽，哎，这边有人。我不要点大三位，大三位，开！哪里？我推喽！你们帮我点他们。两只大三位可以塞，大三位可以塞。走，来，大三位近点哦。倒一！哎、欸，我这边有一只，完了。他旁边箱铁柜这边有一只。我救你！你干嘛？我跟你讲，那你要死了！老哥，不是我刚刚忘记，你们怎么送头啦，兄弟？这就是我熟悉的感觉，不是？你解释一下，
我已经很给你面子了哦。不是，我刚刚要帮你扔一颗雷进大仓，结果你突然停下来，然后他车子就那个手雷就反弹了，我来不及跟你讲。那你也讲一下嘛，你也讲一下我雷失误什么的。那个瞬间那两秒内我来不及做反应，我只知道跑，还不都是沙梗自己冲去前面杀人，都没有顾我们后面的。我把你们点掉仓库的门口的哎、欸。他、啊、不行啊，没有指挥官啊，一盘散沙，这指挥官不能走那么前面哦。我去也只是多被你炸一个人而已。哎，我觉得这样了，等一下九 Q 你上尼亚的车，我扎根的。你冷静点，我这次不会再拿雷，我这次不会再拿雷了，好不好？不行要讲哎、欸，你们不行要讲，我就过去了。可以的，一个人而已，能拿一还会输啊？不可能啊！对，可不可以阿胜？你要过来啊！你要过来啊！你要唱上，你们看在三楼的样子。可以可以可以。完蛋！欸、啊啊，在哪里啊？又怎么了？又怎么？到底又怎么了啊？三，没办法、啊、，Big D 又太慢了。对，我太慢了，对不起，怪我。不然我们再去找人打一打，可以吧？阿森休息一下哦，走，我们再去找人。那是不行哦，行哦，当然是行哦。啊，我有雷，我有雷，帮你捡雷。有，我有，加雷太重了，不能捡太多。有 Q， 你还敢用雷啊？拿闪光弹啦、啊！啊、不是、啊、你已经死了、啊，没怎么杀啦、啊。那边的人感觉拉到侧面可以打他那个一管哎、欸。不行，我交朋友。草包，草包。哎呀！哇，这没梦想哎，这怎么会来摸我？没事啦，都是铜牌而已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？要不要上树？该吃一把鸡了吧？要不要？该了吧？我要最后一场，我要顾小孩啊！啊，对，我要顾小孩。最后一场，够。最后一场，走。好羡慕你们有小孩可以顾哦。那你去生一个啊？还羡慕？生不是随便就能生的啊？生随便都能生啊？啊？怎么办到的？看谁要跟你生而已。这就是最困难的地方了。熟悉的地图很难是 P 成的啦，还是学校？还是学校？学校开干？学校啦，当校长。校长来了，校长来了。杨校长要去学校那个哦，要给人家感恩之聊。我们跳学校，好多人呢、欸。老哥，慢了啦，撤，慢了。阿成，撤你阿妈。他没撤哎、欸，哇，这么猛、喔，他往前顶了。不是、啊，哪有人最后一刻才在那边撤啊？撤你！老哥，你要确定呢、欸。好了，好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我来，交给我。他在那个烟里面哦。哎呦，他在烟雾里面把你打死哎、欸！没有，他在窗口，他知道要看这一边，因为我刚才开枪打到他的队友。好厉害，这个人。哦，现在高手很多，没有以前那么笨哦。老哥，我进来了。老哥，这个楼梯一只。哈哈哈哈哈！那是后面那是圆的，有人在架这里是怎样啊？不行，要去顾小孩，要顾小孩。好了，下次再玩。感谢，辛苦啦，拜拜。